大家看一看，看一看啊。好上那个小吃啊，下饭店的，是吧？天天在外边吃喝的，香嘴臭屁股，你大家好看一看啊。大同小异，都这样，讲究的少啊。受害的全是消费者，这他妈你看他是不是人？是人吃的吗？这个东西，简直他妈没人性。把老板叫过来，你妈了个逼，把个婊子摊子他妈宣了。